搜狐时尚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陈飞宇。这个是我什么迪奥 OK 我什么迪奥很开心，我走迪奥很开心，我来到迪奥很开心，有点难度。这是我为问号为什么就是喜欢迪奥，一个圆圈原因，音乐，我为什么喜欢迪奥的原因，我喜欢迪奥的原因其实有非常的多，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因为迪奥，因为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品牌，也非常敢于突破的一个品牌，因为我非常喜欢我们现在迪奥男装的设计总监，也就是 Kim Jones， 然后他其实现在他和每一位艺术家合作的每一季我都非常喜欢，然后这一季呢其实是非常卡通然后非常童趣的这样一季，然后我也非常的喜欢所有的创意，然后和每一件单品。我今天其实穿了一件羊毛衫，然后上面有一只老虎的图案，然后这个老虎的这个刺绣其实也是用好几种不同颜色的线缝制而成的，然后穿了一条黑色长裤，还有这双鞋其实我非常喜欢，这双鞋就是一双非常好看的靴子。感受其实和每次一样，就非常开心，然后非常希望早点能看到新的单品。生日愿望就是希望我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有每一位喜欢我的朋友都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护，出门戴好口罩。心理变化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心理变化，就是还是和往年一样，希望自己能把自己每一部作品都完成好。其实灵感我觉得源于生活吧，可能更多的就是当下的感觉，然后跟着心情走吧。